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修身养性，指引健康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功夫诊，我是黄思亮教练。今天呢，我们要探讨的呢是一些社会的事件。那有几个功夫诊的网上学员曾经问我几个问题哦，通常都会问说，那如果在学校被一群流氓每次被欺负的话，那他们应该怎么使用防身术？那好，在看我们这个视频之后呢，如果想要看更多视频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功夫诊官方网站去。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直接发私信给我。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好，那其实我们要讲的呢，就是说，如果在学校有人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的防身术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他，那最重要的，通常我会跟那些学员说你们一定要去跟校方反映一下，然后跟家长反映，再不行就要跟警方反映。那为什么后来这些他们不要去动手打回去呢？因为都说是流氓的嘛，那你现在打伤他们的话，当然走几步可能会叫更多人来找你麻烦，那到时候说肯定的你也不想被他打。那现在我说会教大家的几个简单的防御的工作，防御的动作。那在做那个动作之后呢，最重要的是要叫那个人本身哦，要把身体练强，因为这些所谓的这些群组的人呢，他们通常找的都是比较弱小的。那如果你把你的肌肉练起来了，那他们通常就不会针对你。那接下来会为你们呢示范几个对强化你的肌肉的、那些运动，然后让你们在家练习。好，那现在我请董教练过来帮我的忙。Hello， 大家好，我是董教练。对，是的。那好，现在说防卫的工作，那很简单的，如果你现在被一群人围着，通常是的，那通常是直接打你呢，还是不是直接打你？通常围着可能推你啊这些。那这种东西在进行发现的几点，第一个是在你走过去的，当然你已经看到他们存在了，你要绕道走。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你发现前方已经有这些人，你就绕道走，就不要往他们那边走过去。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你真的被他们靠近了，他们要靠近围你了，你能够的话，其实我觉得你能跑就跑，因为你只要站着围着圈圈，他们肯定是不会想要放过你。那现在你没办法了，被围着，那最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几个重要的要害，那就是眼睛、耳朵、喉结跟下体嘛。如果他们站了，我们就会说哦，这样就会把手稍微往这边站，然后会放稍微放这样子一些，那就最重要是不要直视啊，直接看他的眼睛。那也就是这些人直接看他的眼睛，他觉得哇，你要挑战我，要找他们。那肯定的是，曾经也是有我们那个网上的学员们问我，会不会显得我们很弱，不对他们这样子做？我说现在不是弱的问题，现在这里肯定是寡不敌众。你一个人，然后被七八个这样围起来，你去注射的，除非你真的是叶问，一个打十个。突然问我会不会有尊权，我在想他是觉得说他被叶问的那个电影打动。我说有咏春拳的教练有吗？那咏春拳的教练可以在功夫诊那边寻找得到。那拳术再好，也不要拿来在这边这样子打，因为到这边人多嘛，打武器啊这样子跟你打，那会什么拳都？在功夫再高也怕菜刀。是的。那好啊，所以好，现在教你们几个防卫的动作。那我曾经在很多视频都讲过了，你今天第二次站，你靠近他们就要站好，第一个把你的姿势稍微站好。那我最多是不要给他哇，你要开始跟他打斗，对我，你就站起来，然后就好好跟他说，说哦好，我不需要了，我不要惹事，然后可以让我走，好好的跟他们说。那有些时候觉得说 OK， 要给他放你走，不知道可能是推你几下啦，还是要抢你的东西。那所以说讲到这个呢，就在学校呢就不要去带哇很贵的手机啦，还是很贵的包啦。没有没有，在学校联系最多的可能就是家长，所以真的没有必要去。弄得自己太贵，这样去惹人注意，所以这样的话，那些小流氓、小混混就会去注意你，所以就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对，那我想说的就是，如果太贵重的东西呢，就尽量不要带往学校。那因为你带去，他们要给你拿，万一他们要几件身外物，你能够给他就给他，因为你没有必要为了身外物跟几个人这样打起来。那好啊，所以最重要就是别带。那如果真的是要求要你的身外物，你就能给就给了。那之后你还去报警啦，还去什么来处理？那千万不要一个打八个、九个这样子。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对你动起手来呢，你要照顾的其实你很重要是你的头部跟你的下体了。那好，一个简单的动作是，你手放这样子，当他们要开始捶你的头的时候，你简单的这样举起来，
你还顶得到。那我们的工作是你顶了你就要跑啊，你不要顶了那七个半的工作包一整天去拿你这种痛苦。所以你如果真的跟他讲，哎，各位那句话慢慢说，然后我们不理打你的话，你啪一顶到你的第二个动作，如果是这样子下来的话，你看到我这只手吗？这只手就往这边伸出去，然后你挥，你就要跑了，因为你告诉我已经找了一个空洞了，你就可以跑。这是第一点啊，这是第一点，能跑就跑，能跑就跑。那我现在在做示范一个动作，这个动作你们一定要常练习，不然就尽量不要用。因为第二个动作是他在打的时候，砰打到你胯部，然后你会勒着一个，然后用那个来做盾，然后慢慢退出去。这个呢，其实如果有必要用就没有必要的话就不要用。那因为你勒着这个，然后可能也不会想打你。不过到时候你没帮你得帮他，他们认得你，你走不到几步，明天后天他们一般就跟来了，对，就来了啊。所以我把这个动作再示范一次，这个是逼不得已，他们真的打到你很惨，你没办法，你要做一个用盾，你就用这个动作哈。那其中一个动作就是简单的这样顶放嘛。动顶了身，然后到后面勒一下。通常我们这样子勒呢，你再次绕过去的时候，一只手就好像抱着自己的头，因为另外一只手呢，你可以跨过他的手这样子。那你在退的过程当中呢，它变成一个盾哈。那如果你不去勒这个呢，他的手肘一直往蹦蹦，你就很惨了。所以勒这样子，然后叫空空退后。好不好？记得叫空空退后。你现在的工作是要注意他的一只手，如果突然间看不见这只手啊，往下，他可能去动刀了啊。那时候他们可能有口袋的刀，所以你刚说突然就那就退后了，砰推给他，你真的是要跑。是的，对。我觉得最后的这个推开的动作非常重要。如果要是真的像思亮教练所说，如果真的他带着一些凶器的话，贴得太近，反而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危险。是的。好的，那如果我们不想被人家欺负的话，那首先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看让人家看了不敢欺负你的样子。那这种样子呢，到底是什么样的？第一个就是你的谈吐，你的眼神要有自信嘛。第二个是你的身材一定要把它锻炼起来。那通常呢，这种所谓的流氓啊，他们通常是挑那些比较身体比较弱的。那所以说现在呢，我会示范几个简单的动作，让你们在家里来做一些运动来增肌啊。那我们讲到运动呢，我们一定要讲到说，你除了运动之外，你要注意你的饮食跟休息，那你的肌肉才会长得好。那不能够只是单靠运动哈。好，我现在示范一个，是最基本的，我们叫它掌上压。好，那个是练胸肌、手臂跟肩膀。那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你就可以把脚弯曲，然后呢，通常是用这一带的肌肉来靠这个地板啊，而不是用这个骨头。有些时候你用骨头这样靠着的话，地板很硬的话会很痛，除非你用这种软的垫子，那就是不然的话你要把脚勾高一点。那我们在做这个简单的动作的时候呢，这个基本功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手肘一定是往后的，比如说从这边是往后沉的，那千万不要这样子做，因为你看我如果做这样子的话，我这样，你看到我的这个手腕吗？你手腕会很不正确的弯曲哦，那很伤手腕的这个动作。好，所以是把掌大概放跟自己的肩膀同样的那个 level 哈，然后脸朝上，鼻低头，对脸朝直哈，看直。然后在下的时候呢，手肘是往后的，然后下的时候是吸气，上的时候呼。那如果你吸气的话呢，通常建议说你用鼻子哈，你呼的时候你可以用嘴巴。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样靠近地上啊，你这样下坐，你吸气，你用嘴巴的话，灰尘跑进你的嘴巴，那其实对你的肺是不好的哈。所以，通常初学者呢，我们建议你做五下，然后你大概休息个30秒，然后再做五下。那如果你是中级的呢，你可以做10下，然后休息个30秒，再做10下，然后每次呢做大概5组到6组之间。那好，那如果是你觉得比较 OK 的话呢，你可以把脚伸直。那同样，同样的做5下，休息30秒，然后连续做5组到6组之间。那
肌肉要长大呢，一定要给他休息哦，不要每天这样子挤他，那样挤的时候，你要给他大概24小时的休息，然后你的三餐这些就要注意吃了，那吃多一点蛋白质的东西，像蛋啊、鸡胸肉之类的，那些是蛋白质来补充你的肌肉。好，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哈，这讲的是我们上半部的肌肉应该怎么锻炼。那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课程，因为接下来呢会教大家更多如何把身体锻炼的更加结实跟比较壮的那些动作。那好，在看我们的视频之后，如果想要看更多视频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功夫者官方网站去。如果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发私信给我。我们下一期再见。然后下的时候是吸气，上的时候呼。那如果你吸气的话呢，通常建议说你用鼻子哈，你呼的时候你就用嘴巴。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样靠近地上嘛，这样夹住你吸气，你用嘴巴的话，会很靠近你的嘴巴，就是自己的肺部。那同样。